第一次飞特技的时候，我感觉就像我是刚洗完的衣服被丢到烘干机那种感觉，我直接一直滚，一直滚，一直滚，其实蛮痛苦的。持续10到15分钟之内，也就是重复的大 G， 然后减轻大 G， 再戴上戴上，所以就是会一定会爆血管。每次操作都有点那种肾上腺素在分泌那种感觉。特技对我来讲，就是我想要更流畅、更漂亮的展现出来，一直不断的跟自己在做比较，要展示给民众看。多少都会也是会比平常飞行来的兴奋，这个科目的连接性，就是好像在可能在越野啊，在做这个极限运动的感觉。